少年 on fire 的第二轮公演呢即将开启，接下来呢我们的舞台组队的方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哇哦！第二轮的舞台竞演将变成3v4的舞台竞演。哇哦！很熟悉的模式啊。接下来呢，我来宣布一下分组规则。我们用举手的方式进行投票，手指一代表血腥爱情故事，手指二代表 Rising Sun， 手指三代表一块红布，手指四代表红玫瑰。哦，现在开始投票，三二一。票了，三个四三一。一是好像也同平票了呀，哎，现在平票了，但是呢，苏新浩在离开之前也投出了他心目中的最佳舞台。咚咚，蹦蹦蹦蹦，来啊来啊来！哦，血腥爱情故事，哇哦！我写的是血腥爱情故事。其实我觉得马亚奇师兄和丁振兴师兄就是他们俩之前肯定有合作过，所以默契特别的高。包括他们俩在舞蹈部分，就是能把这个舞台这么大的舞台全部压住，对，特别的。恭喜马亚奇和丁振兴成为我们第二轮3v4的舞台的两队队长。好的，那么请两位进行你们第二轮要表演歌曲的抽取。抽取吧，加油！抽这个。哦，女孩，这边是什么？剩下的剩下，师兄的嘞，师兄的歌，哇哦！但是呢，我们这次组队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们就不是队长挑人了，而是变成队长现场抢人，队员拥有反选队长的权利。怎么来呢？现在大家看到你们舞台的，你们的左手边。我们有一间秘密的小房子，每位队长呢可以邀请你想组队的成员进入里面沟通，但是呢你只有1分钟的沟通时间，你需要通过这1分钟的时间来说服这位成员进入你的队伍，能留住你的成员就看你的口才了。 OK， 来，哇，真帅。哪个队长先上？输的先，赢的先。赢的先好吧，赢的先吧。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好，那我好，哇哦，好，他们进去了，他们进去了。倒计时1分钟开始。他们都坐下来了。这挺简单的，上次也是为了做一个好舞台，反正跟着歌走。觉得你要我们每天听他进去应该就成了。真的来啊，这样啊，这么快就完了，已经感觉稳了。来，马奇，你再挑你的队员。我挑啊。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怎么样？就唱剩下的时间。非常适合唱，那要是不唱。不要这样吧，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你快来，你快来，我对呀，对，来我对就对了。啊，那肯定是。说实话，我看哪首歌更适合我一点。不，你就弹这两首歌。哦，这两首歌啊，我还没听过女孩是什么歌。就看了，就看了。时间到。你离我近，你先跟着我走，来跟着歌走。OK。我觉得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样，来哥，确定？没事，没关系，我想干。等我考虑一下。不要你考虑。买个买八七六，那没问题。你跳，跳的不腻吗？当然腻啊！对啊，这都跳，都很棒。剩下是这样，你没问题。那必须的呀，那可以啊。
那没问题。好，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经过游说了吗？啊，是的。好，来，马嘉祺和丁程鑫两位同学站在中间，来吧，站我后面啊。浩翔，来，请你站到二位的中间，请握住他们两个人的手。倒计时结束之后，公布你的结果。超女，超女，来，三，小康二一，小康一下。好的，太耀文，三二一了，叮，哦，亚轩，哦，哇哦，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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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源，啊，哦，小贺，叮，哦，啊。好的，那么恭喜大家组队成功。Yeah！ 哎，大家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接下来我将发布3v4公演的中期小考任务，也就是舞台概念考核这个任务。舞台概念，两组需要根据已选歌曲独立进行舞台概念策划，并制作成概念 PPT。公司会根据大家提供的想法和策划方向进行预估和评判。两组相比，较优组将获得优先选择作为怪物心仪版本的机会。哇哇！开会了，开会了啊，开会了。好，我们先打开我们的这么说录 PPT。我们先讨论一下我们的队名。嗯，你觉得我们叫什么合适？我们要想一个符合我们这次这首歌风格的，我们叫盛夏怪物吧，盛夏怪物吧，我们就叫那个什么光轮2000有限公司，我觉得可以。我们为什么叫2000呢？等等，我们想想，3000吗？我们把我们生日加在一起是多少？304加1000呀，1932，1932是吧？哦，你直接光轮1932，好棒，听起来像。是一个机器吗？一看就是大师取的名字。我们可以商务风一点。商务风一点。对呀、啊。然后我们去给别人介绍 PPT 的时候，我们穿那个西装打领带。可以。我们都穿白的，然后还不同款式那种。我是那种。深 V 到这儿。那倒是不必。那肯定得深 U， 深 U。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原曲，好吧？好。哇哦，师兄的歌果然不一样，哎呦不错哦。墙壁是窗外渐渐老树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为什么要开会员呀、啊？快先充个充个会员，包年的169。哎，我没有支付宝吗，马哥？支付宝吗，张哥？宋哥，我没有支付宝。你也没有支付宝？就你有啊？别讹我了吧。怎么可能没有支付宝啊你们？我有支付宝。然后你没钱是吧？但是我爸的。闭嘴吧。那你要支付宝干嘛？因为我还没成年嘛。我马哥都有银行卡了。哎，我给你们科普一下，未成年是不能办信用卡、哎、付但是可以办储蓄卡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整个你妈的副卡不行吗？算了不说了，我都已经付了，来吧继续吧。我用这个做的为什么要给你付呀？要不马哥也跟我的这么一样，或者你跟我的也是。没事，马哥再付一遍。想弄什么服装呀？那要不就干净点，干净点，白衬衣、黑西裤，可以。你看我是这么写的，舞台干净点，然后歌曲亮点啊，然后服装，服装参考，妆发，那就还差一个，差一个妆发，还差一个舞像。哎，你想做什么发型吗？要不我们全部撩起来，搞一个爆炸头。嗯，那是像那什么摇滚吗？杀马特哈、啊。但不太符合这首歌了。稍微加一些纹理。嗯，层次感。加一些字儿。可以放一些。嗯，丝丝镶在头上，可以吗？这样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去试试我们的头发什么之类的。这免洗喷雾吗？啊，我也想，我也想。我也想要，我也想要。怎么还白了呀？拿错了吧？染发剂吗？这是。啊，他喷得太近了，他就会白。肯定要这样抹一抹啊。啊，有点用啊。可以，可以，可以。好。真的吗？来吧，看谁先帮你洗个头。你干什么？哎，白嘞。不用害怕，啊，朋友。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个烫，吃一个烫，好烫啊！你这会不会给它烧糊了呀？往上，往上，这不是往上吗？这是往上！哎呀，快拔下来，快拔下来！啊，我天哪！谁会做 PPT？一点点，大家都应该都学过吧？对，对，应该都学过，嗯，学过，学过。那让文哥做吧，给你锻炼锻炼。我来试一下吧。行，因为我还挺喜欢做这个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就先讨论就是女孩。对，我之前听过这首歌嘛，然后我们要不要先听一下歌吧？其实先听一下。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学会忍耐。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应该会好听，好听不错的，好听，可以可以，嗯，来吧，差不多了 ，OK。等一下，就我们得搞清楚这个对象是对谁唱的嘛，对吧？这女孩的对象啊，肯定是粉丝吧？舞台概念是爆米花。我们走的是什么极简风？太简单了，我女孩是谁？嗯，既然定的是。对粉丝向的嘛，对吧？我们觉得就斯坦尼康跟着，然后就更多是粉丝用第一视角去看这个东西，类似于像这种啊，就是如果这是镜头的话，嗯，就是我就这样，相当于就在壁咚了，是吧？对，就来，看起来就是你怎么来不来就想的是我被壁咚了，就类似于这样，我想的。感冒了记得喝药。OK， 反正是这样嘛，反正是这样。你说女孩，这个歌，我自己觉得啊。我们要走那种阴暗的风格，阴暗风格，嗯，女孩的反面啊，就是甜一点，对对对对，快一点的，我们就是不要甜一点，快，别人一想到什么女孩都要甜一点，我们就要快一点。那整体的一个色调呢？我自己觉得啊，应该是以黑色为主。嗯，这句话是个玩笑话。就冷色调、暖色调，哪一个色调？冷色调，暖色调，得吧。冷色调也可以，冷色调就是那种帅帅的风格，你知道吗？痞帅，痞帅。我的想法偏童话的那种，童话故事一点，对，偏童话一点，粉色一点。其实我想把这个舞台做的浪漫一点，我也觉得可以，浪漫吗？浪漫，那应该要有花花吧。因为你看，你想到浪漫就只想得到花花。那您告诉我。我们应该拿出一大把口红，女孩。这样吧，再搞两个包吧，搞完了之后我直接拿走了，好吗？戒指。对呀，戒指可以，我觉得戒指可以。哎，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我们这个队伍叫什么名字？啊，好好好，对啊，我们叫做你的男孩。真的吗？这歌不就叫女孩吗？真的吗？作为怪物。作为男孩，怪物，怪物男孩啊，可以，怪物。我们衣服穿啥呢？嗯，哦，衣服。我说了，我们穿朋克风吧，穿西装，但是不是黑西装。我觉得西装太正式了。这样，我们加一点国风的内容进去，我们穿汉服。哦，我真的，我们穿汉服，然后舒娜做我们做古装的造型。哎，但是汉服会不会和这个歌不是特别符合？我觉得不一定，我们走的就是反差感。哦，因为我觉得好像没人做过这样的吧？对啊，对，大家一想到这样都是走现实题材的。对，那我们唱，女子，不一定，就是你还是正常唱，这还是正常唱，但是我们穿古，还有朋克风对吧？对，朋克，还有运动风，啊，运动风可以啊。哇塞，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穿一身白衣，就铺满了白色玫瑰花，站在上面唱，我觉得画面是特别好看的。我是真的觉得，你们觉得呢？
但感觉穿汉服什么壁咚什么的，我大学可以就不要了，不太合适了。就是我们这样可以多讨论一点嘛，或者说你可以拉着他什么坐下去弹个琴，那都是可以的。另外的东西嘛，再想吧，也可能不合适呢。没问题吗？挺好，挺好，挺好，这挺好。风格迥异，这四个字完全凸显出来了。各路直兵全部上阵啊！阿清过海，客行人中。哎呀，我真啥都给你整出来了，你真是好家伙！大概就这些吧，差不多了，就弄一个三颗油吧。他们做的很好吗？告诉我，他们做的很好吗？完美，我们做完了。OK， 辛苦各位。什么都没穿，我真是，不是说自己开吗？就可以删吗？我重新起一次。你开了，你关了，然后开了，然后回到床上，然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哇，公司仓库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我们要找啥？我就是喝的。有喝的？有喝的。哎，找欢。这哎，找欢。那就这个，那上面还有吗？我不知道上面有没有，上去看看呗。准备上去看看。我先把这个移到这儿吧。这没东西。但是这个是有用的。因为我们现在缺纸飞，好吧？拿下去吧，算了，没有花，算了。第二，你看，那个矿泉水旁边，哦，画笔，对啊，颜料。哎，我们是要找啥来着？粉色的，对吧？啊？哦哦，对啊，忘了正事儿。我们是要找粉色的。哇，这上面还有好多，这有纸。之前不是赫有一批那个眼镜吗？眼镜，就是，啊，在这儿，就是这个，哦，粉色的便利贴，哦，纸也拿了，画在这张纸上，贴上，这边就贴在那个白板上了，差不多，走吧，嗯哼，走呗，是不是要先洗一下爪子？我不是美术生，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洗吧，好像不用洗。那洗了怎么办嘛？洗了就洗了呗。我们先知道我们要画啥？我们画啥？我们画蓝天白云，我们三个小人站在草地上。蓝天白云一点蓝都没有。这时候酸奶盖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不要再弄这么大了，画板装不下了。可以。哎呀，好烦恼。太大了。像太太的嘴巴为什么是尖的呀？好像不太对。我先调哈。好。我把我的小嘴涂一下。30度加45度，75度。嗯。这高给你10米，请你算出这个。马哥，调完色了吗？调完了呀，张哥。我不但调完了，还想打你。来吧，对呀、啊，假如那是四，要艺术创作。真有天赋，这不是蓝天，这怎么感觉像海啊？还我觉得它要加黄。
我们先想，我们接下来这地方创作一些什么？来了啊，马哥，你要干嘛呀？运色。你这是啥呀？啊，画个扫帚吧，扫帚。这是扫帚头吗？尾部得来点冷色。啊，好丑啊！刚刚多好看呐！丑绝了。你弄边边啊！你不要再弄了！哎呀，好丑啊！好丑啊！红色可以挽救啊！可以可以。哟，这啥呀？血腥玛丽，再来点黄色。这都成一个色了。加点蓝，加点蓝，是不是？加点蓝。没骗你吧？去歇一会儿啊，就弄吧。加白色。没事，马哥回来这幅画就完美了。让我再加最后一笔。Oh my! I like this 颜色 ，I think 黑色更好看哦。救命啊！马哥又救命了，需要报警吗？报警？是不是这有问题？报警，马哥。哎，我真觉得还不错，这样远看还不错，挺有那味儿的。你相信我，马哥。沉迷画画无法自拔。画完了，这已经是一幅特别完美的画，完美的画。所有扫帚的方向都画到了。嗯？哪有？你人头朝这边不就行了吗？你真聪明。我们朝天上飞的嘛，因为对啊。我知道，那观众就这样看。我要改变规则。嗯。我们叫哈利波特，这个地方也不用动，我只需要施法就行。Repair， 不是对这使的，要不然你还要自己收。Repair， 我给他干啥？这个。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对，勇敢的去闯一闯，闯一闯，闯一闯。再来，你是主旋律对吗？不，他是主旋律。你俩是一样的，刚才。嗯，对。我们不知道唱啥。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嗯，我们刚才说的。对，搜了吗？想搜吗？你该说的是咪。不是我们三个不一样嘛？那我唱的是，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我们要不你搜西吧？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哦，还记得我在等。要不我唱高的，你唱低的呢？都可以，我都可以。唱米哎，都行啊。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上次你的鞋我手拿着，经过的同学大家都笑着，因为我身上的蜜蜂都还停留着，被停了。来吧，马哥，我们来分工。你把 PPT 传我一份，你把 PPT 也传我一份，然后我做最后两页，我做最后一页。哦，嗯，我看一下照不？你好慢啊！
我刚刚才搜到你，是你那边的问题了。我刚刚看那边，我都能看到你了，现在我看不到了，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吗 ？AirDrop 关闭，完了。我在你的隔壁送文件。我们陷入到技术难题了，技术难题。哎呦，我真是不做了，不做了。为什么一定要用 AirDrop 呀，妈？对呀、啊。等我一会儿。哎，找到了，找到了。我们现在问题所在呢是，我们要把这个视频链接添加进去。哦、我要把什么传给你啊？把这个传给我呀。你是笨蛋吗？你说什么？这样。你刚刚说什么？两只手指。你说什么？我说两只手指。少年阿凡不是上音乐。我说两只手指放的。真的吗？两只手指点一下。什么玩意儿啊？超链接。啊！然后可以。啊！期末考核马上就来了。想必大家都准备好了吧？大家复习的怎么样？没有准备好，服装都不知道穿什么。依然要不是穿一套我们之前设定的什么？朋克活力什么？不是西装，篮球服。西装有，但篮球服也有。我就篮球裤，篮球服找专用仪器。对对对，这蓝色的。我们先过去看一下吧。哎，我之前拿了一件皮衣，买了新的牛仔裤。哦，这个够朋，够朋克吧？这个，这够西吧？哎，我觉得那件粉色的，这个粉色的，对，这个粉色的，这个可以丢过去。嗯哼，我觉得之前珍藏在这儿的那个拍综艺的这个也可以。哎，这个是可以有的，就是那种有沙滩的感觉。我就不能用我继续做吗？我们能不能放点 BGM 啊？听什么呀？就用我的继续做好不好、啊？我们是在说一个事情吗？听什么？我来放。我来放。换一首，换一首，谢谢。你那什么呀？是马哥的歌，换一首，这是马哥唱的呀。换歌，这是马哥唱的呀，我天！不然呢？这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呀、啊？精英介绍，然后呢？为什么少了几页呀、啊？我们之前做的东西去哪了？这不就是吗？不行，我要再喝瓶酸奶压压惊。不是啊，我们之前做的那些都不在了。我没做啊。啊？我们压根没坐那儿。当时吗？对啊，你忘了吗？那对，那没啥了，我们要贴个照片上来啊。我是董事长是吧？你也可以是啊。跟董事长有一样大的官吗？我现在查，最大的是董事长，下面是副董事长，下面再是总经理。然后再是常务副总经理。上轩是光轮1932 UFO， 陈晨源是光轮1932 UFO。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你想要 UFO 吗？给你一个特别一点的。UFO， 迷彩吧。迷彩有半袖吗？这是我的。戴一套浮夸一点了吧？太浮夸了。看看我那边有什么。哼，这件可以。花衬衫，这一套穿，嗯，我拿了衣柜里面最朋克的一套衣服，这个吗？哎，我找到一件白西装，白西装可以，白西装，谁的？还有一个粉衬衣，朋克风可以。但我没有靴子，我就用一双运动鞋代替了。这有白鞋，可以。哦，还有篮球服，哦，篮球服，哦，对对对，我去找张哥去。可以，去找他借吧。可以，走吧。经理助理，张哥，主办，叫我吗？张哥，干什么呀？我在这儿。我要找你借个东西。你有篮球服吗？你在干嘛？有肯定有啊，没干嘛。我们能干嘛？哦，你们还？五分钟之内不借就没借了啊。嗯。哦，光轮1932什么意思？我们的队名。队名。对啊，你这样写啥呀、啊？你们叫啥呀、啊？我们能，我们能告诉你吗？这探路敌情了。不，这啥呀？明信片寄出去的。这不是我酸奶吗？真的吗？
这难道不是阿姨买的酸奶吗？这是我的酸奶，找到了，真的，我已经喝了四罐了。哇塞！那你这个不告诉我？吃一个我买的，哎呀呀，金榜。你们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问一问，哎呀、嗯，我以为是你的什么秘密基地呢。哎呀，就这，哎呦，就这 PPT， 哎，就这。你要干嘛呀？捡了球服啊，真的。大晚上的，再见了啊。你去我们那干啥、啊？不说两句话、啊。谢谢张哥。学校的 matchbook 接收一下，校董文件夹，然后直接添加进去。还有昨天那天拍的照片，然后我也都发给你。我要不要跟你美个颜啊？怎么需要呢？我们大帅哥需要美颜吗？我。一剑没换。大轩，我把这两张照片发给你哦。这是那两张试妆的照片。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这不可爱吗？可爱什么呀、啊？这不好看吗？对呀、啊，宋亚轩，怎么回事啊、哎？不要纠结了。哎，缩小了就看不到了。哎呀，精英介绍，这个我们居然没有弄。对呀、啊，你忘了吗？快弄，加油。张哥，你的这个弄好了吗？哇，我这个工作证真是别致呢，帅吧嘛？部门最高层，就住楼顶的呗。告诉你一件事儿，他们设计了队名，我们也有队名啊。他们 PPT 做的还不错，他们 PPT， 我们 PPT 也不错，也还可以啊。就是他们不是一种感觉的，我们也不是一种感觉的，他们就真的是那种像是简介公司那种感觉。他们还有那种名片，名片就什么张。写啥？张董、张经理啊？什么 CEO 什么什么？马董事啊？请问他们是在做舞台，在做公司啊？我们是不是得先看看衣服呀？爹哥，那我们的汉服呢？汉服我买，这个吧。哪个？这个可以，好看。可以，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加个购物车。我觉得可以。现在是几套衣服？现在是，试试。一二三四六套。那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呗，睡吧睡吧，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okay， 辛苦了各位，大家晚安。呀呀！哇，可以。他们坐哪边呢？让我们隔一个椅子坐一张，我们把他们隔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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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好，老板好。你这是放一下，放一下。您这是刚刚从外面回来？说说说。哎，拿好拿好，看一看看一看啊。哎，看看我们这公司啊。来，各位老板，请仔细谨慎阅读。来来来，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你好 ，OK。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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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严总，你好。你能别啊啊啊，听着很烦吗？一直在旁边啊啊啊！大冷天的，大家怎么不喝水啊？大家吃点东西吧。快快快快快！哎哎，发呀发呀！都不好意思，省着干嘛呀？我们昨天还好不容易吃买的，别别别，拿着，这多么好，受不了，受不了，现在当自己家一样啊，拿着拿着，掉了，哎，没事，都来点，都来点，哇，给我一个，张哥，你怎么也需要啊？因为我要吃，好，给你点行吗？我感觉已经被贿赂到了。好了，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十大代入场。哥哥姐姐们好呀！哥哥姐姐们好呀！哥哥姐姐们吃瓜子儿吗？吃瓜什么？你快给我呀！哎，这人这是，这不是我们准备的吗？哎，你有证据吗？哎，这是，这不是我们的牌吗？哎，抢牌了！
请给我们投票，谢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Yeah。那么你没有啊？先来一下，他们讲了。好，我们来吧，马哥，这么有自信。怎么突然他们俩就坐一起了呢？我觉得还是要和队友坐一起，有点安全感。他好怂啊！啊，还人事部的呢？连上了吧？啊，不好意思啊，有点问题，出了点问题。哎，哦，电脑太高级了，我们电视配不上，用不惯。我们组阴阳怪气第一名。哦，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哎，我们是谁？告诉大家，我们是光轮1932。哇！炸了炸了炸了！中国光轮1932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个含有众多精英且精英商务层的英雄的无敌公司，并且本公司已上线，在全球富布斯排行榜位居世界第一。那时代峰峻呢？时代峰峻排第一。时代峰峻排第一，这是富布斯。还是那个富。啊，对不起，我没看清楚。目前本公司有三位无敌精英。哇，还有宣传片啊！花吃了重金拍的宣传片。为什么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声音？哎，本来就没有声音，就不要装了，好不好？我来配，我来配。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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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宋 C， 爱好游手好闲。哦，这是我听过最棒的爱好。介绍你自己，这里是董事长，爱好吃喝拉撒，谢谢。哦，爱好吃喝拉撒。哦，我们要唱《盛夏的盛夏》。听到这首歌，大家想到了什么呢？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关键词，具体的两个大块呢，就是青春和夏天。青春呢，能想到什么？宋总，青春 ，youth。我说你能想到什么？想到什么？我能想到汉 water。up 课，毕业，卷子 ，brush 题 ，five three， paper 飞机，离别。掌声。夏天，张总，我们想到了什么 ？a summer。summer 呢有什么？说不来了。Chan tomorrow， blue 天 ，white 天，还有蓝豹 ，water 瓜 ，sea water， sea watermelon， sea water， dance time， 好，非常好，哎，到了我们最重要的地方了，就是我们歌曲的亮点 ，highlight， 哦。第一点呢，我们在歌曲里融入了阿卡贝拉的元素。哇，谢谢谢谢各位同事、各位同僚啊！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核心呢，是为了突出人声的美感，增加层次，运用的是一些大部分三声部的。哇哇！我们应用了 piano、吉他，还有瓦亚利。瓦亚利。哇哦！当然，还有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响指。或者是口哨声，对，为了体现出夏天的感觉。服装、妆发参考这位帅气的 model 穿出来的白色衬衣加黑色的西裤，大致就是这样子。哎，马总，宋总，你来介绍一下我们为你设计的发型吧。这个为我设计的发型就是。非常的浪荡不羁。好，我现在解释一下吧。这个笑脸代表了我对他们的情绪，还有对这首歌的赞美以及认可。然后呢，这是来自于其他观众的发言，由于点赞太高了。好，下一个，下一个，在这儿。好，谢谢各位老板的观看，祝你们暴富啊！暴富，谢谢谢谢。暴富。快换衣服呀！我们在这后面，快点。哦，换衣服。
这是张俊远还是谁啊？只露个屁股在外面很有意思啊。你干嘛？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个扫把。谢谢我们的观众一些，来来来，谢谢，谢谢。Music， music，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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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哎呦，回了回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准备好。炸了炸了 ，boom boom boom boom。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飞呀、啊、飞呀、啊！哦，飞飞！哦，到飞的时候了。哦哦，还没到高潮，高潮再飞。蝉鸣是窗外轻轻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中的蝴蝶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发长奔跑的我们，走上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闯一闯。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教室明显我手拿着，经过的同学呆呆都笑着，你我发现在那里停留着。哦哦，低了。哦哦，你笑了。哦哦，尴尬了。哦哦，你的脸红了。风下的秋千，剩下的暗恋，我们说过要永远在对方身边，走廊的光线，坚硬的校园，即将是从前。风下的秋千，剩下的暗恋，我们说过要永远在对方身边。离别的那天，剩下的时间，能不能别轻易就说了再见，怕你留下手牵着手告别童年。跟我预想的不一样，跟我预想的也不一样。扔纸片的时候，太棒了，整段垮掉。我们有请下一组。这场子怎么办？那这个不收了吗？他们直播这是？对啊。我们要收啊！我们要收。没空说还有这环节啊？对呀、啊。完了，正常、啊，刚表现不错吧？坐，大家坐，坐，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是不是忘了个什么东西啊？啊，哎，等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来，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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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那我们现在啊，三二一。嗯。这啥意思呀？这不是我们学校执勤用的吗？哎，咱就开始吧。您说的对，咱们开始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讲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好女孩》。好，谢谢，啊、谢谢啊。那，哎，这四个人还真是，也不用多说了吧？这不用多说，是吧？懂的都懂。咋着多批三个王冠钱不一样啊，懂的都懂。哎，我们不需要皇冠。我们队名叫怪男孩。为什么叫怪男孩呢？为什么要打引号呢？这是为什么呢？他是一个谐音。哦，
是个谐音？谐音吗？既可以是乖，也可以是怪。哦，为什么要用怪呢？因为作为怪物。哦，这名字取得也太好了。怎么怪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没看到啊？什么？这个女孩到底是？到底是 谁？是谁呢？是你吗？不是，是他们仨吗？我是，哦，是啊。哎，我觉得不难啊。我觉得也不难。啊，算了吧。对对对。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女孩，大家其实一听都觉得会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男女朋友，或者是说，那太单一了。爸爸对女儿，对爸爸对女儿。其实我们后来又想到了什么？姐姐，姐姐不能啊，姐姐不能。你女儿，你唱姐姐，你这辈分乱了呀，大哥。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再来一次啊，那你，不是不是，他嘲笑我们。继续。对不起，各位老板。怎么还盆都没想到了呢？那这个女孩，大家还能想到是对谁的呢？妹妹。哦，有可以的。可以。还有呢？还有粉丝。说对了。有掌声吗？那粉丝不是有姐姐吗？啊？粉丝你就用这个。所以说。我们最后是怎么想的？你想当这个女孩，那你就是这个女孩呀！大家想到你唱《女孩》这首歌，能想到什么？乖，哎，也有。我们今天这个啊，睡眠有点不太足，手有点抖，激动了。我们要做一种很别致的舞台，特别，非常特别。怎么别致了？我们想让大家啊，通过自己的第一视角，一起来跟我们看我们这个舞台。哦，怎么第一视角啊？问得很棒。我们来给大家上个 VR 眼镜。啊？给大伙瞧瞧。VR？ 那对手不配拥有吗？不配。哎，你们那不就是吗？没劲儿啊，我们只有夸。哎，大家觉得女孩子都喜欢什么东西？会喜欢什么吗？会喜欢花呀。暗示花心。他说暗示花心，我觉得说的没错。花为什么暗示花心？不就是暗示着大家有花一样在心里，是吧？哦。哇哦。哇。太厉害了！啊，那我们接着往后说了啊。那我们想的就是，要有一种童话的感觉，粉色系为主。就为什么要以粉色系为主？为什么呢？女孩喜欢什么颜色呀？粉色呀！哦，那可不。哦。因为要做一个极致的舞台，第一视觉的舞台。对。这就是第一视角，这是第一视角，让你体会到被爹哥壁咚的感觉。第二个视频，体会到被耀文牵手的感觉，拉着走的感觉。哦，一把拉过来。我自己看了我都不行了。对呀，多幸福呀！我们来观看翔哥跟别人拉手手。哦。哇！太棒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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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太阳。下一个是看何俊麟，何送发发的表情。这个送给你。哇，太棒了！谢谢各位的捧场，谢谢啊！强制消费，这叫我慢一点，伸手，然后你不抬，
我给你拉起来再转。可以可以可以，妙妙，有东西有东西。这么绕啊？对，我这光好看。好了好了 ，OK。哎，刘文来啊！你走进来，你走进来，在那个位置，然后伸手，然后他是伸出来，你得上来拉他就行了。来，三二一。哎，你不对，你得这样，你得走到这儿，然后他伸手太远了，你得抓呀。对呀，你得上来抓一下呀。那你怎么可能直接在这儿就拖着这样拖着别人走呢？是吗？三、二、一。这个有，这个有。会。这个有，这个有。这样，我们先拍一个，就拍一个你的人影先入镜，影子先入镜，影子入了镜之后再摇上来看到你的人。这送给你。好看的。可以吗？可以可以。啊，该我了，来接着这个。我干嘛呀？三、二、一。不行不行不行。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嗯，哎，可以，可以。OK。可以。请允许给我们两三分钟的时间去换个衣服，然后请大家耐心的等待，谢谢。太好了，太棒了。哇哦，太帅了，厉害厉害！哇，这真的很粉啊！朋克风，古装、古风、hiphop、司仪。司仪。好，那我们开始了，开始吧，开始吧，得搬一下，得搬一下，来吧，搬一下。啊。哎呀，不行了，我不行了。哎，来帮忙一下，帮忙一下。哎，帮忙一下。晚上大家是一个房子里面的是吧？哎，帮个忙吧，帮个忙吧。哎，工作人员来了。我们要花铺满整个地坪。哇哦。大家好，我们是怪男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曲目叫做女孩。哇哦，三二一。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到底有什么姿态？真好听，才不会显得我在失快。哇，好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哇哦！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为了你上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学会忍耐，为你欢喜
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错怪你真正要的爱。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请原谅我不想那么快和你分开。哇嗯啊，在这儿没啊，哎，那个，我们一起，没啊，反了啊，这么反，这么反了啊，谢谢大家的捧场啊，请大家多多 pick 我们，哇，为什么没有准备？什么呀？这样都行？皮皮皮皮啊，哎，皮皮皮皮啊，哎，皮皮皮皮啊，啊，后面不会了吧？哎，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然后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场子收得干干净净的啊、希望大家喜欢。哇哦，女孩是看不出来是异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对不起，对不起，小小的略胜一筹，真的对不起。啊，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一定是我们不够热情，你们也需要这个。对，我们不用，不用。太让天冷了。No no。七十二。我觉得我们赢了。糖吧，这个东西吧，是他们发的，心里过不去。哎，他们那群人要抢我们的糖，我真是太伤心了。哎，也就是糖发的比我们多点。对啊。哎，太伤心了。既然有两个小，两个大朋友，哥哥姐姐们没投给我们，我以后记住他们了。嗯。评价一下对手的表现。他们也讲得很不错的，其实他们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了。不过跟我们相比还是差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略逊，我觉得这个表现的好呢，还是有策略的啊。我之前不是说我去看了那个啊德云社吗？我就突然想着，要不然拉刘奥文啊，我们也来做一个像这种形式的东西啊，一捧一逗多好呀，是吧？然后呢，像我自己呢，其实哎，我觉得这次赢呢也赢在了经验上面，就是想当年我初二的时候。竞选学生会的时候，就是要上去做那个 PPT， 啊，然后那一次我如愿的入选了学生会。那么这一次啊，凭借我的经验啊，又如愿的把工作人员全部都逗笑了。所以说，我们就赢在了这个上面。OK， 好，根据我们的投票结果呢，我们的怪男孩组获得了优先选择心仪版本的权利。有什么版本？ Okay. 来，请。这是乐队，这是乐队，这是舞蹈。你会鼓吗？啊，我只会吉他，钢琴只会一点，学了一点点。我会弹贝斯。哎，马哥会架子鼓吧？可以啊。小张会，那我可能吉他，还行吧。键盘你呢？键盘呢？可以吗？我键盘吧。你想键盘？对啊，那可以啊，那我就吉他呗。那马哥想架子鼓吗？他们还没选呢，我们就开始聊。我们提前商量好吗？万一是乐队，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做好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组其实会的乐器比我们多，我觉得乐队可以留给他们，我们来舞蹈。我只是觉得我们就是我们以团能做出好的舞台就行，就是氛围对无所谓。你们乐队吧。哦，我说吧，可以吧？可以的，可以的。OK。Okay, 就这样，我们是舞蹈，对，我们他们是乐队。OK， 好的 ，OK。那么作为怪物的 AD 两档已经确定了，那么就请各位抓紧时间去训练吧。好的，辛苦各位，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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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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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怡。
哎呀，哎。我们花一个小时时间全是在熟这个歌。没问题。嗓子哑了吗？嗯。哑了。感冒了。感冒了，唱这首歌给我磁性吗？ Yeah. 我了无睡意，我泪下如雨。如雨。如雨。喝会舒服一点。对，还行。先对嘴吧。这瓶就是你的了，你就喝。先试试。是他们不是你，怕所有这些不是你。你和我一样，你是个怪物，怪物太害羞，怪物不求救。来吧。这里在这啊，踏字。右左。嗯。右左啊，右左。右左。好，好，交叉。不对，你不能这样走，你不能这样走，你得出这只脚。那行，走。对，你们这边出左脚。对，我们这边出右脚，不然你这样走跟我们不一样。行，我刚刚走错。先转个。对。怎么转？是这样。哦，这样。这。这样。千万，但是别两边扭啊！不要扭，不要扭。它是往下坐的，这个动作我可能还会变一变。你有想你我想我想做，就可能现在其实这些大框架跟前面其实还是一样的，可能做一些更小感觉的东西，就是不去为了卡点而卡点，就更多是一些感觉上的东西多一点。就像这支舞看，其实前面是怪兽，我们中间就换一种感觉去。那我们这里再改一下，好吧？我们直接先收，然后哈的时候再打开。OK， 哈，这也可以。站，一二三四五六七，站，然后直接站，对吧？嘣。哇，这好帅，这好帅，卡这个好帅，这样可以，这样。那我们这里。稍微有一点队形的变化了。1、2、3、4、5、6，担心的可能是因为我同时参加了两个综艺，然后时间有一些相撞，跟大家合舞的时间可能比较少，所以挺担心，怕跳不起，然后怕忘动作自己，有点挺辛苦的，所以尽力做好，尽力就好，我觉得对，因为。不可避免，这是事实。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想把这舞台做好。反正我只知道的就是你什么早班机是日常，对，在机场狂奔也是日常。对，你在那边也不怎么睡，然后全部在拍东西，拍了回来之后也不睡，然后就过来拍舞。反正我觉得你反正是，我觉得是真的是做到你能做的极限了。想怎么弹呢？对，我知道。太大部分他那个注意力，想要弹唱，
但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跟着架子鼓。我就好像一边听 click， 然后我还要听他俩唱 的，还得听，然后我还要听伴奏，是的，我还要自己唱，我还要加鼓花。对啊，我就是说很难嘛，因为我真的是我要听四个，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我感觉我听下来，我现在而且之前跟做了一套数学卷子。你把那个升起来站着弹呗，你都搞乐队了，你都搞乐队了，你还坐着弹都没意思。好好好好好。你要看你在那排的时候，他就在这儿。对。跟施法一样，你知道吗？可不可以不要看乐器？可以啊，那肯定可以啊。那你们不要看乐器吧。我看一下第一，你看我和弦都不看。好晕啊！作为怪物，可以，我觉得可以，我真觉得可以。那个老师觉得我还不够劲儿，觉得我要猛一点，然后就嘣，然后心就懵了。但是明天会换回来那把，又怕又找不到那感觉，反正明天提前适应一下。各位屏幕前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少年 on fire 第三场舞台竞演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天天。相信前两次少年们的双人舞台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那么今天呢，经过重新的组队，我们的七位少年会以三人组队和四人组队的方式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舞台体验，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
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认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欢迎我们的刀刀团代表、平台点评类博主 VK 棒棒鸡，以及第一次来到我们现场的文鸡鸡，欢迎四位。接下来我们今天晚上的三 v 四舞台正式开始，接下来上场的三位少年会用他们的歌声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年少时充满着回忆的夏天。有请马嘉祺、宋亚轩、张真源为我们带来盛夏的盛夏。马总好，张董好，张董，马总加油，马总送 CEO 加油，加油，加油，光轮一九三二就要战胜怪男孩，加油加油。生命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学了就合声，拖影三声部。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闯一闯。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想送你的鲜活手拿着，经过的同学大家都笑着，因为花谢谢到地方都还停留着。哦哦，你停了，哦哦，你笑了，哦哦，尴尬了，哦哦，你的脸红了。风下的秋千，剩下的暗恋，我们说过要永远在你身边，走廊的光线，剪影的校园，即将是从前。风下的秋千，剩下的暗恋，我们说过要永远在毕业的那天。剩下的时间，能不能别轻易就说了再见？快门按下，手牵着手，暂停童年。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敲梦想闯一闯闯一闯。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想送你的鲜红手拿着，经过的同学大家都笑着，因为花谢谢到蜜蜂都还停留着。哦哦，被定了，哦哦，微笑了，哦哦，尴尬了，哦哦，你的脸红了。这和声听起来很悦耳。下的秋千，剩下的暗恋，我们说过要永远在对方身边，走廊的光线，剪影的校园，即将是从前。剩下的秋千，剩下的暗恋，我们说过要永远在对方身边的那天，剩下的时间，能不能别轻易就说了再见？快门按下，手牵着手，暂停。剩下的时间，哦，剩
剩下的哦，剩下的剩下的哦，剩下的剩下的哦。哎，完了，哦，好听的，好，还没听够，把好听打开，当你听，好温柔的一首歌，我哭了。好，先请三位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光轮一九三二。好，那因为其实三位也组合过很多次了，今天这个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这次合作跟以前不同的就是，这次自己尝试了设计舞台、设计 PPT， 然后发表了自己很多不同的观点，就自己想法。对，这次感觉参与的会比之前更多了，对，更了解了。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刀刀代表来分享一下关于刚刚我们剩下的剩下这个舞台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的。首先我觉得你们真的表现得特别好，就真的很有校园的感觉，不仅仅是从着装，还有那个状态，就是像学校里面的学长然后再完成一个舞台这种。然后呢，今天天气是比较凉的，但是来到这边听完这首歌就感觉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就夏天的那个小尾巴拽了一下子，这个样子回到了那个夏天。对对对对 对， 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我非常的喜欢你们在这首歌当中哈，因为和你们师兄原本的那一曲完全不一样，你们在光环下没有错，但这是另外一处完全不一样的光。可能对于观众而言，他们会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需要有一点点外在的表达，我可能觉得这一部分它还可以再强一点。谢谢谢谢谢谢。刚提出的期待，我相信你们在不久之后就可以见到他们的这个各种才艺的这个展示，好不好？那我接下来请我们三位少年先到我们的台下稍作休息，接下来还有更加燃更加炸的舞台要带给我们，好不好？一起来期待一下。有啥可说的，不屑可泣，简直我简直是在舞台上要嗨爆了。从来没见过张董、宋 CEO 太棒了，唱得太好。马总和张董在舞台上展现得那么淋漓尽致，厉害，鄙人都有点羞愧了。你有什么好羞愧的，宋 CEO 这么棒。一会儿按一下你这个舞台。师兄的歌 Magic。 Oh my god， 这个舞台呢将会是你见过最厉害的。最厉害，这个最呢由你们来评定。最强大的光轮一九三二集团有限公司的舞台，让人闻风丧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专门唱给女孩的歌曲，相信我们看完这一场的表演都很想成为这一名女孩。即将登场的四位少年呢将会给我们演绎一个可盐可甜又乖又坏的女孩舞台，掌声有请丁程鑫、刘耀文、严浩翔、贺峻霖为我们带来《女孩》，有请。我要上台了，大家。哎呀喂，哎哎，还有一点稍稍的进展。来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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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对不起。太可爱了吧，他们也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到底要什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在释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为了你上山下海，为了你
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还有蛋糕。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错怪你真正要的爱。为了你上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你眼神里的崇拜。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作怪。 Yo, listen girl，你是我的独白，占据我脑海，就像一只鱼儿离不开大海，怎么都逃不开是对你的依赖，不管现在我未来，一直做我的女孩。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请原谅我不想那么快和你分开。哦，真可爱，真可爱，可爱死我了，非常甜美的一个舞台。好，先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组合的名称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怪男孩。想对这些正在收看你们，或者说你们刚刚心目中来假想的那位女孩说点什么吗？我就说一个，就是词里面的，不管现在或者未来，你一直做我的女孩，好像是。我也想说歌词里面的，你知道吗？是那个女孩，我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很浪漫了。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再的错怪，你要错怪他们吗？不是不是，就是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到这句词了。OK OK， 那我就是我那句吗？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为了女孩们好好加油，好好努力。对对对对，好，再次感谢四位，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刀刀代表们啊，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有请。这个咱们和镜头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包括队友之间的这个互动和交流，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啊，对对，没错，是是吗？镜头面前的这种互动是有细节的，我觉得很 OK。 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男团，他是什么样的舞台和什么样的风格都是可以驾驭的。如果非要说有一点不足的话，我可能是比较期待说你们在舞台上可以放得更开一点，把这个舞台当作是一个自己的游乐场，
我可以玩得更嗨，那就更棒了。谢谢谢谢。刚王老师其实已经说的面面俱到了哈，然后我就再补充一点细节。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舞台，就一刚开始大家每一个人走出来的时候，其实从我作为观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们跟镜头互动，就像刚刚王老师讲的那个心意是非常棒的，但是那个互动感，就你们要相信你们真的在跟镜头互动，而不是只是在做一些动作。那个心态问题解决了之后，你们的互动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让观众能感受到。然后后来渐入佳境，就是你们真的是当大家一起在互相跳舞的时候，那个默契感，那个互动感就出来了。感谢我们叨叨团老师中肯的分享啊，和你们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啊。不过四位少少年，我觉得刚刚表现出来了非常棒的一个实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到台下稍事休息，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准备下一个更精彩的舞台。辛苦，一会儿见，谢谢。今天的舞台表现如何？还行吧，一般，就是没有之前拿到这首歌想象的那么完美。做规划的时候想的有多好，现在就有多狼狈。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对，我觉得还好吧，人总是要有自信。我也觉得挺好的，自信一点。我觉得可能是首先一我们默契度不够，二练的不够，三有可能是我的时间原因导致大家的排练时间不够，就是时间特别的紧，就是现在这么练，多给几天，我觉得效果会不一样一些。嗯，对。斌哥也是早班机熬夜，熬夜又早班机飞回来，不睡觉练。就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已经做到自己最能做到的极限了。因为大家年轻嘛，其实累倒是不怕，怕的就是没有把舞台做好。对啊。刀仔说你在舞台上放开。我觉得这种羞涩感是我们该有的东西。对啊，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对吧？再加上我们没有那样的经历，所以说是，我觉得这样差不多了，我们也是做到能做到最好的了。对，给观众安利一下你们这个舞台。只要你想当这个女孩，你就是这个女孩。下一个舞台紧接着是夺冠，下一个舞台准备怎么样？大家加油，我觉得就是大家尽力就好了，真的。我觉得尽力就好。上台前三天才学舞蹈，然后还没学完，相当于我们就合练了一半天。虽然有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反正我们自己还是努力做好。向阳而生。对，只要自己不后悔，就是我为了这个舞台我准备了那么多，我后面回想起来，啊，那段时间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就行。披荆斩棘。对，反正。的确，加油就行，无所畏惧。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经历，当时是真的。接下来我们的两组少年会演绎同一首歌曲啊，带来作为怪物的不同版本。据说首先上场的这一组少年呢，将与怪物融为一体，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接下来有请怪男孩组合丁程鑫、刘耀文、严浩翔、贺俊霖带来作为怪物。老是记不住啊，太多了。尽力就好，怎么？加油！三二一，加油！有点难看。走吧走吧。悄悄
包进去了。总在一声波，总是藏匿，总是话里有话，总有言未知，以作为怪物。这个手就好好厉害。加油了，朋友们！加油吧！去了啊，压力大吗？妈，还是有点压力。看完了《怪男孩》这个 dance 的版本啊，我们很好奇这个《光轮1932》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版本？掌声有请马嘉祺、宋亚轩、张震源带来他们的《作为怪物》。可以吗？今天把头摇起来，就有那味儿了。关门1932，加油！加油！帅哦！花了许多时间，去很多地方，看多不是你的人。就是他们为的定义，他们不是你，把所有这些不是你的人都花完了，然后就是你了。我想要你，想找到你，你和我一样，你是个怪物，怪物太害羞，要如何找到你，如何为你命名，你总有不再成着谜，
是否这就是你日晷的第一？是否你的迷离心有所爱，只能旁观，深情款款，你是否也在找我？从未怪物，格格不入，百年一无是处，夜晚少有掩护，找一个怪物。为了不解释，为了不解释，姗姗来迟，姗姗来迟，想到就是你的拖累，只为与你匹配。怪物不求救，总在闪躲，总是藏匿，总是话里有话，总有言外之意。作为怪物，格格不入，我了无睡意，在寻找同类。为了治疗孤独，格格不入，我是你的同类。哦，真帅！哇，是帅的！哎，其实最后一下再荡了一下更好一些。我如果他涂鸦再多一点就好了。好，两组舞台啊，截然不同的风格，我们也再次把我们的dance请到舞台上，有请四位。哇，帅气！三位刚刚我看非常燃，非常炸。在排练和磨合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和困难？挑战和困难，分享一下。怎么了，这个整个背带断了，整个背带怎么掉了？困难之一，困难之一啊，出现了，怎么了？困难之一是背带会掉哦。有时候这个长短会变动是吗？没有，是第一次。还有呢，我的是那个要边打边唱嘛，所以叫加花什么的，这个东西还是要练的，什么算是困难之一，得一心多用嘛。一心多用，嗯。啊，那dance组呢？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和那个合作吧，和他的背景那个，因为。他其实做了蛮多的特效的。你们每个人对怪物是怎么理解的？就是这个作为怪物，我们自己内心里的怪物，那可能就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然后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然后跳脱出整个世界的样子。好，那么两组这个舞台都演绎完毕了，互相有什么样的看法？哎呀你这，我觉得美瞳戴得很好，美瞳戴得很好，太吓人了，这个冲击力也很强。赫戴了吗？嗯，戴了是吗？啊，蓝色的，是蓝色的吗？戴了的，挺吓人，挺吓人，对不起。好，我们听听 dance 组对我们乐队组的这个。我觉得马哥脏辫好帅啊，就后面有一点脏辫，我觉得很有性格。然后他，我感觉他们的这个布景。这电视机好帅啊，东西比你们那个多是不是？反正就买了这个电视机，我觉得可以把放回我们家里，说实话。感觉隔壁家的这个饭总是要香一点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听听我们的刀刀团代表的分享。先说一下乐队的这一组，不管是从造型也好，还是说给我的这种反差感，因为之前的那个舞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差距太大了，这种反差感给我很大的惊喜。
我很期待哈，未来说五年之后，当你们再拿起乐器，再来呈现这样的一个舞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相信它会更好。我很喜欢这种很摇滚、很放开的这种感觉。我本来以为大家会改的比较走团体队啊，走比较舞台风格那种比较温柔一点的，结果大家今天都来得非常的强烈，炸，非常的炸。然后我自己是必须要夸一下乐队这一组，就是我觉得你们三个人在上面都非常的享受，然后我觉得以后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更加再释放一点，然后再野性一点，我觉得刚刚的舞台会更完美。我只补充一点点，我觉得舞蹈那边你们四个人其实表现都非常专注，当然不是单纯的说我要跳好某个动作，而是非常认真的去进入了这个角色，去配合把它呈现了，这是特别好。加油加油。好的，那么今天为止呢，我们三 v 四的竞演舞台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下一次我们最终的舞台七位少年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下次舞台我们再见。哪哪都是一样，我也觉得哪哪都是一样。加一，动作、队形、节奏，还有默契上的一些配合，我觉得反正都没有做得很足，数不过来，太多了。还有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吧，对对对，对，还是调节得过，还是太难了，没有调节到位，就是可能看起来就是太平了，然后确实抓不到人的眼球吧。本来其实大家记这个东西也没有记得特别深，然后现场再加上改了整个走位还有方向什么的，也是特别急的。会有一些效果不太好了，但是我们已经尽力的，把自己能做到的全部表现出来了。其实真的是大家跳完就真的已经尽力了。我觉得就是我们最后不是大家都倒地了吗？就感觉的。就是我能感受到，再闭眼我就要睡过去了。其实这种感觉就特别累，然后真的尽力了。因为发现四哥突破了自己的人，在台上跳舞，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去尝试这种风格、个性很独特、很鲜明的一个。就是这一次，其实我们从舞蹈上的编排、我们的服装什么的，还有造型什么的，其实都是大家特别用心的去做。对。虽然可能到最后可能表现出来的因为一些客观或者主观的原因不是能表达出我们最想要的那个效果，但其实尽力去做了。对，但是我们大家也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加入了自己的想法，所以 pick 我们吧。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觉得今年的舞台表现怎么样？炸了好吗？太牛了，你太牛了，你太牛了，咱们一九三二太牛了，太得师傅咱们一九三二怎么办呀？怎么样？刚刚滑得爽吗？啊！我看到三星。当当当当。挺爽的。我就是怕把拨片搞飞了，不然我就。我们之后再做，再继续找乐队。可以，我觉得乐队太爽。我也觉得乐队好爽。整个人都上天了，造就对了，好吧，造就完了，造就对了，造就对了，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大家多看看啊。西装和飞驰别风开过去，该很重，我都在你身后。不知何时上一喉咙，压抑着呼喊冲动，不停的刺痛，失去梦想的轮廓。Yeah, 来了就说晚安，和美梦有关，这双伤口被你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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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如果世界黑暗，边上也许有光，我们也要一起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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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你就像是我的一半，快乐和痛苦一定都同感。我们好好彼此欣赏就足够，爱在温柔里生长，蔓延至我的灵魂变顽强，来对抗全世界的冰冷。伤口在慢慢的愈合，我们能拥抱着聆听了爱言就足够。 Me before you， 曾经相容不是给我、wow. 再遇见
藏身于无尽黑暗，秘密终于松口。遇见你之后，才能拯救你别放任。追寻的道义无影无踪，有一次把美梦扑空。我在你身后，当你的听众。不需要时间沟通，哪怕一次又一次的捉弄，痛或暖都会让你更不同。我被你覆盖大地，看遍爱和失去。就在风中片刻之息，飞过山顶，一起决定不逃避，哪怕莫雨前行。黑夜里我只等待黎明，人群中只有我们的心，即使失去一切，我们心依然 stay together forever。 你在温柔里生长，蔓延至我的灵魂变完整，来对抗全世界的冰冷。伤口在慢慢的愈合，我们能拥抱着聆听了黑夜就足够。笑容不属于我，在遇见你以后的美好无需祈祷。 Maybe for you， 你藏身于无尽黑暗，秘密终于松口。遇见你之后才能拯救。 Maybe for you。躲藏在角落的少年般不堪一击，你穿过了人群和荆棘，烈焰抛开流言蜚语。他们只为那一双那武器，不用确认他们分个高低。写下属于你的诗句，天空的朦胧终于开阔，出现彩虹。阳光刺出一道裂口，它会温暖你我。像火绿洲，我们放纵。Maybe for you。姐姐姐姐，你今天怎么那么美，在我身边这装扮绝对奥利给，心情全天都帮你变得新鲜，擦掉你的黑眼圈，元气一杯脸。 I say oh， 姐姐你真漂亮。 I say oh， 不许胡思乱想，放松自己不要太刻意，别太刻意，深呼吸再帮你打个气，会打个气。有一天你会遇见命中注定，选择怎么生活它都会出现，如果想开开心就别逼自己改变，请一直尽情享受的活着吧。 OK， 换人民是你是你，告白超级冷静，气场无敌，放弃我我。谁说单身有罪，要活得有自由为钻戒很美，你就更贵贱。知道压力别熬夜，身体伤着体翻船白体，这猪耳朵管瞎走野，别管他们，爱的人始终都爱你，找因素前进去创造奇迹。有告白时间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不在家，谢谢你一直在陪伴我长大，是你教会了我爱和被爱，别害怕跟着我吧，现在换我保护你吧。 I say oh， 姐姐你真漂亮。 I say oh， 不许胡思乱想，我知道你已经够累了，这人生啊这次对你怎么折腾了，相信我吧，总有一天你会遇见命中注定，不管你选择怎么生活它都会出现，如果想开开心就别逼自己改变，请一直尽情享受的活着吧。 OK， 万人迷是你是你，被告白超级冷静，气场无敌，不放弃。 Biu Biu， 谁说单身有罪，活得有滋有味，钻戒很美，有个贵。 Wow。
心向前听，翻成白皮写出耳朵管上脑筋，别管他们你的人是否都爱你，朝音速前进去创造奇迹。即使永不离去满天银河，成你身边最亮的星，守护你每个秘密，我认命是你、是你被告白超级冷静气场，不你放心破坏谁说单身有罪，要活得有自由为钻戒很美又更贵，谁到压力别熬夜生气伤身体，翻船卖艺摘出耳朵管上脑筋，别管他们爱的人始终都爱你，姐姐真漂亮，姐姐真漂亮。接下来呢，你们需要分开完成一个挑战，开启我们的画面项目。啊，来吧来吧。你最高光的时刻是？推手大赛，推手游戏，推手游戏啊！摔跤吧，啊，摔跤挺帅的。怎么回事？你自己为什么会这？你害怕吗？哦，烧烤，来吧，兄弟们 ，Cheers， 玩点小东西吧。小张，你干嘛呢？师兄弟就要一起，好吧？开开心心的，真的很不错。